哈德真的是哈德老实孩子，老实孩子，就符文也是后部那边一个一个教，然后这边点，对，后部那边说啥他就点啥，哈，小符文都要管，两个攻击一个护甲。比赛开始，两边都是这个一千一加那个绿豆汤，对吧？应该是商量好的。这不会有诈吧？感觉星矢挺不错的，星矢好，星矢好。一v一的话，星矢肯定是胜过可写的。两边都躲了一个 Q， 互相点赞。哎呦，挂上了，挺极限的，取得了换血上的小小优势。但瞎打的瞎子，我发现最重要就是耐心。对，感觉没那么好杀。而且还有一点啊，就控制好 E 技能那个极限距离。对，因为大家都在躲 Q，Q 好难中。哎，就大家都会利用那个远程小兵给你做人墙，你知道吧？好，哎呦，兵哥来了，怎么说？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兵哥这场支持谁？我先说完，你听一下你的主观想法。还用说吗？肯定是 Harder 啊。其实击败我的必须拿冠军。其实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吧，就。然后哎呦，闪现给 Q 逼出闪现，但这边换血已经有优势了。对，并且阴线也非常好。对，哎，来了，哎，这边出事了，死了。哦呦，完了。那兵哥现在就一句话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兵哥输给哈德尔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这哈德这今天表现拉满的。哎，那这波线推进去好爽啊，获得一个很好的回家 timing。这波领先优势贼大。对，哦，这把搞可血。哦，啊，还是不行，行驶。还出啥？还是行驶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三把剑，回家直接搞了四把剑。现在四把剑一把锤，我跟你拼武器数量。河神二星长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现在就是想。不给你机会，哎，他想就是不要到神话庄，我要在五分钟前结束比赛的。但说实话啊，他刚才钱应该不够，要不然就是两把长剑，两把多兰了。我觉得他想在六级直播就结束比赛，是他想拼一下自己的经验条。可以可以，哎，我们期待一下。一个比死太多了，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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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Q 到 A 一下，哎，哈德还挺帅的，漂亮。Harder